很期待，人人把我所说的这样的形容，好莽的种子，我们呢要把握因缘，经营，好好的经营，经营呢我们的心地，这一颗种子从我们的心地良田呐、造福，变成了福田，咱造福人间这个福田，咱需要一粒种子，所以咱讲，咱这粒种子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人人发心。有这样的菩提种，那是菩提成林，那我们就可以保护呢这一颗地球，让它呢庇应人间，那就需要我们人人还要呢去呼唤人人，如数呢大家又要发挥数据的地位，七十多亿的人口，每一天要供应给人口的要2亿多，一年788亿多的动物供应人人，他的呼吸，他的排泄，在这一颗地球，你想排出来的污水也是呢污染水源，加上了动物人物排泄物，整个地球啦真的哦实在是很污染的啦，所以我们要让这一片土地啦很平安，总是人要好好的保护大地，爱护生灵，所以呢从一念心，一片福田，布下种子，好的经济开始，所以成为合抱之树，那就是一生无量，总是呢我们要好好的时刻多用心啊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